二局一零，二零。三零一三六比一领先的两双方防守都落嚟啊！二三三三 double， 今天依然保持住五分嘅优势。四三大话五三。四五砸界呢个 first， 时间剩余唔够一分钟，依然保持住 YWA 六比二领先 CCS 九十九嘅优势。六四三十秒。好，贵金箭正式完结，恭喜五六，恭喜 YWA， 七五。喺呢一场比赛之后咧，就会系来自 U 十八组嘅决赛。咁接住决赛后面咧，就系来自 U 十八组嘅颁奖典礼。正式见证今日来自 U 十八组的冠军宝座诞生啊！系啊，呢条电电网六七和球八六七八八平，Passion， 各位参赛球队的球员注意啦，记住喺比赛开始之前十分钟。比赛开始之前十分钟，佢哋所属嘅场球正台度比九百。另外，大家见到二号场区啊，着红色衫、白色鞋嘅就系而家。
現任港隊的球員，亦都係隔一組福建的射手劉子麗啊。十對八，點解唔買嗰啲 action cam 啊？邊啲啊？一間唔夠。在十分鐘之後啊，就會在五號場區上演女子 U 十八的決賽。哎呀，九對十。十對十。十一對十，入罰球對劉子麗，講緊只輕魚，輕魚魚隊啊！十二對十。十一十二。有劉子麗的帶領之下，夢想香港星 A 隊啊，成功以十比四入球，贏咗對方。嗰個低位嘅轉身射波，邊有位就好有型咯。全靠子麗嗰個手腳見到啊！呢位大球就知道佢十三十一決賽。你哋頭先嘅表現有咩評價？我哋想，我哋睇下喎，電網十二十三，男子十八組全員請立即去到二號場區球證台報道。睇波，十三平，十四十三。十五十三，報道男子 U 十八組全員請立即立刻去到二號場區報道。男子十六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四。十五十七，十六十七。十八十六，我明白。暫時雙方係以十一比零領先啊！咁比賽時間仲有大概四十秒。咁隨住呢場球賽嘅即將完結啊，
已代表女子 U 十八组决赛嘅开始，已经进入呢个倒数阶段啦。十七、十八。好，十九、十七。三个决赛即将开始啦！大家快啲嚟到五号场区，欣赏一下呢场咁精彩、十八、十九嘅决赛。波車請其他球員在其他球隊的熱身時間的時候十九十九阻礙其他之前的十分鐘去到所屬場區報道。哎呀，二十十九 set point。開個靚波就得啦，啊！暫停又。哎呀，丟閃！勾啊！21-20好嘢，21-21但系话咁快，胜多一球又会就喺篮底夺得对方嘅犯规，再次得到企上罚球线嘅机会。你老徐呢一盘嘅打得好，好多分都嚟，亦都成功攞到呢一个罚球。余景源防对方打成平手。我哋快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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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可以見到在這一場比賽裡面這個 U18 仍然是防守的22我們要吃飯了23-21